女儿三十还不婚，嫁不掉好烦恼。从三十岁到三十六岁，我现在每次一回家，我妈叮咛就是有没有男朋友，赶快带回来看一看啦、啊，赶快结一结啦、啊。你都三十六岁了，还不赶快嫁一嫁？爸妈有没有帮你忙？有，他们安排相亲活动，安排的怎么样？应该是说都无疾而终吧。外表不是很重要，最主要是对于要关心这个家。现在我们家可以说，我们房子都给他准备好了，就等待这么一个人了。周一到周四晚上九点钟，爸妈囧很大。